先前 MLD 娱乐宣布推出新女团 La Peerless， 而除了 Girls Planet 999的野中沙奈外，也有阿根廷裔菲律宾明星 Kenzie 的加入。今天更是发布了出道曲 Hita， 强劲帅气的曲风有点洗脑，成功展现出不凡的魅力及企图。看完 MV 后，就超级带女孩们站上打歌舞台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啦。